下交通，等救护车来。好，救护车来了，希望没事。说那个老人家已经常自己路倒了啦，哦，就也不是说人家撞他，就是他自己跌倒这样。那也谢谢一些热心的民众们。好，谢谢哦，好，谢谢谢谢。真的会中暑。好，我终于遇到那个内陆妈了，来罗骂。好，相见欢。按照惯例，来到彰化一定会迷路。我天啊，我现在几乎每走一步都要看 Google 啊。现在这就是我之前在网络上说的北成功的超豪华的巴菲素食自助餐，我已经吃饱了，就不再多吃了。还有音乐可以听，真的很热，套中岛正中午啊。彰化北极宫这边有个狗狗公园，哦，它到处都是彩绘狗狗的样子。好可爱啊。开化室了，开化室我们就没有要进去了。哦，都说有跟虎爷宝贝。好，谢谢谢谢。好，彰化春秋这间很有名的灯笼店，这是今天的倒数第二间庙，老大妈无敌庙。我们到今天的住家公庙了。南瑶宫，终于到南瑶宫了。好，五月宫可以休息了，我也可以休息了。哦，彰化南瑶宫是第一天的住驾点，所以大家都会在这边度过一个晚上，等待妈祖这样子。这个是一般人也可以喝吗？可以。哦，正常你，谢谢谢谢。雅培安素，谢谢哦。好，现在大甲妈这个时候也是各家厂商极力推销自己商品的时候。好，谢谢谢谢。其实我想这种旗子过炉啊，拿符令这些事情应该不用特别多说，大家应该都很熟悉。哦，因为一趟下来不知道做几百次这种动作。就像我之前影片所讲的，现在南瑶宫他们，神殿里面完全不给人家打地铺哦，为了维护整体神殿的庄严，哦，尊重庙方的决定。南瑶宫的餐点是很推荐哦，哦，上次没有介绍到，因为我上次来太晚，全部都没了，哦，要早点来。哦，大家注意一下哦，南瑶宫的浴室他们说好像是下午六点才开始开放。不是无限供应的，是有时间限制的。哦，香客大楼现在也不是随便住的啦，就跟我说的一样，200块，交200块才可以住进来。哦，
每角钱只能打地铺，而且正店不能打地铺。去年没吃到南寮宫的餐点，今年我给它补回来。谢谢啊，你辛苦啊。哦，肚子饿什么都好吃。喝酒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。好，现在我们要去秘境秘密的地方睡觉了。这个地点不公开，因为是一个朋友的，就是朋友推荐的地方了，不公开。春卷免费吃啊，它用料都很扎实哎、欸。排太长了，算了。我也会洗碗，我还会煮菜。这是在南寮宫附近的沐浴车，我本来想要带大家体验看看，可是现在排实在是太多人了啦。哦，排太多人了，算了，有机会啦，有机会再看看。啊，彰化县政府前面的草地完全变成露营区了，到处都是帐篷。我说彰化县政府是一个很好休息的地方，又有得吃，又有得喝，又有得洗澡。每个人的做法不一样，有人会一间庙就绑一个，而我个人是比较赶时间的人啊，我都拿着到一定的地方休息的时候再把它全部绑上去，看个人啊，这没有，应该也没有硬性规定嘛，其实我不知道。现在买了个鸡蛋，我们要去恭请我们的大队长金虎爷，我们要请他吃完鸡蛋，我们就要马上又要起家了。可以看到五大团现在已经开始在绕进彰化市区的街面了。哦，现在人很多，反正要去民生地下道那边看看，我想还是算了，因为那边人太多了。哦，整个民生地下道会是彰化的重头戏，我们随乡人基本上不太有办法，没办法看到了，因为那边已经很晚了，随乡人都要先走了。那这个画面就留给新闻或其他那个 YouTube 画面。今晚彰化不夜城的啦，妈祖到南寮宫应该是半夜两三点的时候了。妈祖的价钱的阵头都已经陆续要抵达南寮宫了，但是妈祖的銮驾似乎还没有进到彰化市区里面。虎爷现在应该很生气吧，他在等着我拿鸡蛋过去给拜他，然后我就跑去看热闹这样。放那么远，他应该拜得到吧？刚又跑完南寮宫吃宵夜，我忘了拍。哦，再吃一次还是很好吃，好吃啊！五大团进来了。虎爷说要等全部的阵头都过去，他可能要看热闹啊。哈哈哈！哎，威哥，哦，大哥是谁哦？离开花坛了，大概9:40左右吧。现在目标大概是天亮之前，看有没有办法到北斗。好，夜战啊，白天太热了，我们晚上就骑一整晚的。好，谢谢。晚上了不？晚上了还很有热情啊。来个满牛好了。满牛。谢谢。第一群哦。好，谢谢。你还有包包吗？没有了。OK。
哎，再一个，再一个，再一个，这样就好，这样就好。是自己的吗？哎，哎，哪在？哎，哎。哎，哈哈哈！哎，阿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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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站好，好，谢谢啦，谢谢。站好自己啊，站好。好。一二三，来啊！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啊！谢谢，谢谢。专业啊，现冲咖啡。刚骑到这边，想说怎么超大的一群人在这边，结果是有沙发，然后还有人在酸痛按摩。哦，好。哎，跟这人是柯文哲啊，柯P在那边。